要格外的小心。守门柱没站人，门将，哦，进了，球进了，定位球啊，定位球，莫雷诺。我们说这后门柱没站人，球呢就是从后门柱这一侧飞进去的。啊哈哈，卡希尔和莫雷诺来了一次非常有意思的庆祝。以前呢都是卡希尔的组合拳打脚旗，现在变成了莫雷诺把这套组合拳打到了卡希尔的腹肌上。甚至是一个队内两大外援核心的友好的示意，向球迷感激。莫雷诺沉默的虹口沸腾了。再来看啊，后门柱没站人，哎呦，守门员的问题。我们看这守门员接着出击的时候没有摸到球，怎么都扎堆都去防这个。但是我们看守门员既然已经选择出击的话，你必须要能够摸到皮球，没有充分起跳，有点犹豫，没有充分起跳。来看看这套组合拳。